又攞呢隻 Spear Lab 嘅耳棉出嚟，之前咪介紹過咯。嗱，今次唔係介紹，今次係送嘅，因為 Fender Producer Series Mix 同埋 Mix Pro 嘅耳機咧，個貨期咧就遲咗少少，本來係6月22號之前就發貨，而家咧就遲咗大概一個星期，為表協議啊！補償俾各位已經訂咗嘅朋友咧，我哋係會送翻一 pack Spear Lab 嘅耳膠俾你。咁代理咧應該就打曬電話俾之前預訂咗嘅朋友啦。好啦，除咗預訂咗嘅朋友之外，現在訂購 Fender Mix 或者 Mix Pro 嘅朋友咧，我哋一樣都送翻呢一 pack 記憶耳棉俾你。咁你記住咧，買嘅時候喺備註嗰度寫一寫你要咩 size， 有 S、M、L 三個 size。我本人咧用開耳膠咧就係 M size， 但係用呢只耳棉嘅時候咧，我就中意用 S size 嘅。咁就睇你需要啦。